大家好，这一期呢分享一种特殊的纹路啊，这个纹路叫阴德纹啊，此纹位于这个手掌生命线内侧，与生命线平行啊，它其实呢是贵人纹的一种强化版本啊，比贵人纹还要厉害。贵人纹呢为生命线旁与之平行的纹路，若此纹多达三条乃至更多啊，且线条清晰，少有杂纹干扰，可以被称作这个阴德纹，代表前世积累了这个诸多行善啊与这个功德，那些曾受恩于他的人今世将前来报答，所以说此生贵人缘甚厚啊，其实是刚认识的人啊也会对他产生莫名的信任，并乐于啊伸出援手，视为吉祥的这个征兆啊。阴德纹的存在不仅是前世功德的映射啊，也是今生顺利的预兆，正如古人所言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，拥有阴德纹之人啊往往能获得来自四面八方的帮助与支持啊，就算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啊也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这也属于自己的福报了啊。手有万象，人有千路，欢迎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